北京时间12月5日，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主场迎战底特律活塞。此役马刺队首发小前锋丹尼·格林表现出色，全场出战34分钟，9投4中，3分球6投3中，得到11分，外加6个篮板、3次助攻和3次封盖，其中第4节末段1次关键补防给庄神送上钉板盖帽，为球队获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比赛进行到中场前3分33秒时，德拉蒙德接到队友传球，一个转身过掉米尔斯，准备完成扣篮，谁曾想斜侧里杀出来一个格林，上去就给了庄神一个逆天大帽，完成封盖的格林随后直接翻滚摔倒在地。而在场边的队友们看到了皇阿玛这样的表现，都从替补席直接起身为其欢呼。在圣安东尼奥这块圣地上动土，不经皇阿玛的允许就擅自胡作非为，就只能吃到像庄神这样悲惨的火锅封盖。身为